过去的人讲经的时候啊，都是把经文呢一字不漏的讲，否则的话他们会感觉到是一场很大的罪过。因为佛说法是整部的经在说，怎么可以把经文呢拆开了以后啊一句一句的讲？所以没有人敢把经文呢像我现在这样子的做法。可是如果我们不是像现在这样子的摘要的跟我们所讲的一个一个的主题啊的单元相结合相配合来讲的话，很可能把这个佛经就讲得相当的呀沉闷，而跟现实的社会或现实的呀人间有脱节的呀感觉。因此呢我是啊做了大胆的尝试，把佛经跟我们现实的生活配合起来，主题是一个一个的呀标定，而经文呢一段一段的呀一句一句的呀摘录。像这样子的讲法，也许以后的人会学习，也许有一些人在骂我，但是我想没有关系，只要听众能够得到利益，就是我下地狱没有关系。你们鼓掌是不是要陪我一起下地狱？毁誉不动如须弥山，欲善不善等于此，心心平等如虚空。我忘掉了讲今天的讲题是什么啊？是《维摩经》与慈悲喜舍，实际上就是啊《维摩经》与布施。可是仅仅讲布施啊，这个范围相当的狭小。如果以慈悲喜舍四个字啊来配合起来讲，就会呀、啊、相当的深广，而且把布施这样的事啊解释得非常的呀深刻深远广大。所以我们以慈悲喜舍这四个字来讲布施。一般的人讲布施只是啊从物质上来行善，而佛法的讲的呀布施啊，事实上它的范围相当广的。所以慈悲喜舍四个字多在布施的范围之内。布施之后对于自己不仅仅呢要把布施这样的事忘掉，也没有想到为什么要布施。布施的对象、布施的事、布施的心，全部啊都是把它摆下来，这个才是真正的布施，这叫做喜舍。慈悲才能够布施，布施以后不着相，这叫是喜舍。现在我们看刚才念的这段经文，毁誉不动啊如须弥。毁是诋毁、毁谤、侮辱，誉啊是赞叹、赞誉、荣誉。许多的人都会啊受到荣与弱两种不同的呀遭遇呢，而心里不能不动。可是
作为一个修行佛法的人，作为一个菩萨行者，他对毁誉啊是不计的，不计较的。比如我刚才讲，为了众生的利益，就是人家骂我应该下地狱，我不在乎。为了众生的利益，可能让人感觉到啊是一桩伟大的事，给我赞叹，跟我来讲没有什么关系。而这赞叹是他的事，而不是我的事。比如说，我去年一年之中啊，我得到了三个奖，这个都是啊全国性的奖。有人问我得奖的味道怎么样，我说淡而无味。颁奖，这是非常值得赞叹的事，值得鼓励的事。可是呢，我受奖的人呢，是有奖没有奖都是相同的，所以对我来讲没什么味道。可是呢，我的弟子们以及啊认同或者赞同我们呢做相同事相同工作的人呢，会觉得非常有意义。所以对我来讲虽然没有味道，但是呢颁奖啊得奖啊是很有意义的事。那么这是悔或者是誉，对我来讲是啊不放在心上的事。可是给了我奖励，我要不要受呢？我应该讲我受之无愧，我不能讲受之很惭愧。为什么受之无愧呢？这是人家经过非常慎重的评审选择而给我奖品。我说我受之有愧，那对不起那个颁奖的那个单位，对不起颁奖的那个团体，否则的话表示说他那个是办错了。诸位说对不对？可是我心里是不是觉得飘飘然，哇这么好啊，我了不起，我高兴得不得了，哎，这个就完了。这就不是啊作为一个法师所应该有的心态了。我是不是完全不动呢？也没有到这个程度，我还是有一点点喜悦。这是为什么喜悦？就是啊做好事是有人赞叹的，做好事是许多的人呢会啊来鼓励的。这个表示说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人间是有救的，是有希望的，所以我感到欢喜，并不是因为我的奖而欢喜。因此这个地方啊所讲的不动如须弥，就好像是说心呢非常的稳定，稳定定如泰山还不能形容，定如须弥山。须弥山是佛经里边呢传说的一座山，这座山是世界的中心，它的山顶啊是跟天相连的，它的山脚啊是整个世界的呀基础，世界的运行呢，世界的存在呢，就是因为有一个须弥山而存在的。所以须弥山是不动的，世界可以动，须弥山不动；天可以动，地可以动，须弥山不会动。所以这个形容一个行菩萨道的人心那么稳定呢，才算是啊功夫。因此下边呢要讲什么善
不善等于此。看到行善的众生，我们应该呀关怀他；看到行恶的众生，我们也应该呀关怀他。慈悲的意思，慈的意思啊，现在的名词叫做无条件的关怀，就是慈。关怀是不应该有亲疏，不应该啊有啊远近，应该呢是一律平等的。不是因为有人做的好事啊我们给他关怀，做了坏事的人我们也需要关怀。所以我们也要到监狱里去啊，为那些受刑人做关怀。心行平等如虚空，虽然呢我们的慈悲心而产生了慈悲的行为，帮助了许多许多的人，还是啊等于没有做任何事，心中啊无挂无碍，心中没有一点呢认为自己是做了好事了的感受或啊想法。这个心平就是啊执心的意思，执心行道叫做啊心行平等。执心行道的意思呢，就是不受外境的呀干扰，而普遍的平等的对一切众生呢做布施。做了布施之后，心中了无一物，这个才是真正的菩萨行者。实际上这个就是布施，这就是啊喜舍，这就是啊慈悲。所以这一段话只有三句，已经包含了慈悲喜舍四个字。现在我们下边看慈悲喜舍另外有一个名词，叫它的四无量心。四无量心，不是良心，量心，衡量的量。这个四无量的意思呢，就四种啊无法衡量的意思。心无法衡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啊心无挂碍就没有衡量，心行平等就无从衡量起。如果心里边呢一定有一个数字，有一个对象，有一个时间的限度，有个空间的呀范围，那就啊叫做有量。这个地方啊是讲的无量，心无量事实上就是啊平等心，就是啊智慧心，也就是大慈悲心。可是呢这里头有四种啊，哪里四种？就是慈悲喜舍，就今天我们讲的讲题。这个慈悲喜舍四个字啊，它的意思是什么？第一，能与众生呢欢乐，叫做啊慈无量心。仅仅是给欢乐，而不是啊普遍的平等的无限的，那还是有量。这个地方啊实际上的是无量。第二，能够为众生呢解除一切的痛苦苦难，
叫做啊悲无量心。第三，见到他人，也可以说所有的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而我们自己的心呢，就产生了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悦，而为他们呢祝福、庆贺，这样子叫做什么心呢？叫做啊喜无量心。佛法之中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随喜功德。随喜的意思呢，就是凡是有人得到利益、得到好处、得到名望、得到赞叹的时候啊，自己会感觉到是啊非常欢喜的事。有一句成语叫做感同身受，这种人很难，许多的人对自己得到荣誉啊，是一桩非常值得喜欢的事，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得到荣誉啊，嘿嘿，可能还有一点点心里酸溜溜的，我的哥哥也得到了奖嘞，这个觉得是不是啊，他说我是欢喜啊，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如果是其他的人得到奖了，得到荣誉了，是不是能够啊非常欢喜，这就很难说了。而普遍的为一切众生呢得到离苦得乐的这种结果啊，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叫做啊喜无量心。因为菩萨就是为了度众生呢，众生能离苦，那就是菩萨的呀愿望啊。所以有愿而能够成就了，当然喜欢了。不仅仅是为一个人，而是为一切众生，只要有人得到利益，我们就生喜欢心，这个叫做啊喜无量心。下边是一个舍，这第四个，对于啊以上的三种，慈悲喜舍，不执着，不放在心上，这个叫做舍无量心。也就是说，有了慈悲心，有了随喜心，而心中啊不再有啊挂碍，所谓挂碍的意思啊放在心上，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心无所住。心有所住啊，就不能叫做舍；心无所住啊，叫做舍。是真正的舍，是心中无我，无我无众生。还有布施，要做大布施。大布施的意思啊，就是啊无相布施。所谓无相呢，是指要空取三样东西。第一，布施的我，就是我能布施；第二，布施的对象，众生呢，人呢，得到了我的布施的利益；第三呢，布施的东西，或者是呢，布施的呀力量，或者是布施的呀智慧、学问，这都叫做啊布施的物，或者是物品，或者是啊事件、事项。那么这个三种都没有啊，布施者
被布施者以及啊布施的所布施的东西，这三种全部摆下，全部不放在心上，这叫做舍，这叫做心无所住，心中啊没有挂碍的意思。下边我们看呢，是无量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其过。如果我们希望人间净土在我们的面前出现，只要我们自己能够啊修行是无量心，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环境就是啊佛国净土。如果我们呢能够经常修持是无量心的话呢，在成佛的时候啊，所有的众生都是啊修行是无量心的众生，而生到我们的呀国土里来，这就是啊物以类聚啊，自己修是无量心而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众生呢，也都是在修是无量心。用这个标准看，这好像是很难呐。等到我们成佛的时候，才能够得到啊许多的众生生到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佛国来，他们都是啊修十无量心的众生。那是要等成佛的时候才能够啊看到，事实上不一定。我们呢一念呢清净，这一念见净土；十念清净呢，十念见净土；念念清净的话，念念见净土。我们只要一念呢跟佛的清净慈悲喜舍的心相应呢，我们的面前呢，我们所做的世界就是佛国净土。这个时候所见到的众生都是修是无量心的众生。诸位你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看，你自己修是无量心，看一看你四周是不是都是修是无量心的众生，一定是。如果自己这种慈悲喜舍的心生不起来，第一不容易生到佛国，第二生到佛国你也见不到佛，佛在你的旁边，你看一看，这个人也是佛吗？你不会相信他。请问诸位，我们现在今天呢在国父纪念馆有没有佛在呀？是谁呀？你们不要拍我的马屁说圣严师父，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只要心一念清净，你这一念就是佛嘛。好，现在我们呢再看第三段，往下看啊。维摩诘为大迦叶言，有慈悲心而不能普，谁豪富从贫弃，迦叶住平等法，因次第起时。这个地方啊是维摩经里介绍的一位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十大弟子之中的头陀第一，也就是苦恒第一的摩诃迦叶尊者，他已经证了阿罗汉果。他自己啊有慈悲心，他认为啊贫穷的人
如果再不布施啊，那以后更没有福报，那会更贫穷。所以他很慈悲那些穷人。他突破化缘七十的时候啊，他不向那些有钱的人呢去突破，他专门呢向那些穷人去突破，他可怜那些穷人。如果穷人再不布施，再不向他劝化，那穷人就没有机会呀，有福报了，所以是非常慈悲。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对的，但是呢，不平等，不公平，因此那是错的观念呢。这个慈悲的人有三个等级啊。第一种是一般人呢，认为穷人已经很穷了，我们再向他去求化，实在是于心不忍。他根本已经没有钱了，他生活都有困难，你再向他去啊木化，无质的衣食等等的物品啊，这实在是啊没有良心的、啊、所以应该是向那些有钱的人去木化才对。第二种人呢，就像摩诃迦叶这个样子，是欺富啊，欺贫不欺富，就是化向没有钱的人化缘，而不向有钱的人化缘，这是第二等。第三等人呢，这是最了不起的，就像啊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大菩萨这样的观念呢，他要怎么讲？他说平等去化，应该啊次第呀去施，以平等心，不要想到是谁穷谁富啊。穷人应该布施，富人也应该布施。是穷人只有一块钱，他把一块钱全部布施出来了，这种布施是大布施。有钱人他有十块钱，他只布施了一块钱，钱是同样的是一块钱，可是呢他不如啊穷人布施的一块钱，因为这个一块钱等于是穷人的呀一毛钱。诸位听得懂吗？因为从穷人呢他本身只有一块钱全部布施出来，有钱的人是有十块钱，可是他布施这一块钱，他只是布施的十分之一，所以他跟穷人比，他的功德不够，不如穷人，这是一种。另外布施的人呢，看你以什么心来布施，是尽心的布施、尽力的布施、虔诚的布施、恭敬的布施，而不是说敷衍的布施，不是说因为圣严法师呢很讨厌呢，天天给我念呢念呢念呢，哎算了给他一点钱吧，这送鬼出门，那这样子的布施功德大不大呢？有功德，但是呢功德不够大，因为这个不是恭敬布施啊，这个是送鬼出门的一种布施法。同样的布施，质和量，加上还要加上他的心的心态，而不同啊，就有不同。那么这个地方啊，讲平等法的意思呢，说是站在一个气化的人的立场，我们要人家布施的时候，不管人是以什么态度来布施我，
不管它是不是多和少，我们都应该呀、以全心的为他祝福。人家以呀、好心布施，我以全心的祝福；人家以呀、轻视的心来布施，我也以全心的祝福；人家布施一十分之一的财产、万分之一的财产，我全心的祝福；人家布施啊，他百分之百全部都布施出来，我也是啊，全心的祝福。这个叫做注意平等法。这诸位听懂吗？平等呢，是不要有区别心。任何人来布施，我们都一样全心来为他祝福，这个就是啊平等心。所以次第其实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诸位呢，第一排有好多人嘛，第一排我们第一位啊是陈夫人嘛，我想陈夫人要钱，下边的一位叫什么啊？什么小姐，什么大居士，一个一个的要，你们给我多少钱我不看的，我只是拿我这个钵经过面前过去，你给我多少钱我不管，我反正说给你看看你给不给，你给我啊为你做福，你不给做不要不要做福，要不要？要。你不给我也做福，做福是平等的，你给多我做福，你给少我做福。有一次一位居士啊给我送一个红包，送了红包以后呢，我就把许多许多的红包放在一起，我看都没有看，也没有拆开。他走出去了，已经他走出了离开我了，他又不放心回来，再跟师父啊，我那个红包是个大红包哦。啊，我说我以全心为你祝福。那如果是人家给我小红包，我就不以全心祝福了吗？我就说我保留一点祝福，因为他个红包小的。这是我不管你这个红包大小，我只是以全心祝福，所以我不管了，只是红包拿来我就放在那边。现在我们讲第四段没有错啊，第四段心不住内亦不住外，是为眼住，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为眼住。眼坐，这个眼坐的意思啊，就是啊打坐静坐，单独一个人在那边打坐叫做眼坐。心不住内不住外，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舍的意思。所以慈悲喜舍啊，不一定是在什么时候都可以行慈悲喜舍。心不住内也不住外，不要认为我能够布施，我是一个布施的人，还有我的心外呢有好多的人应该等着我来布施，我是一个有慈悲心的人，所以呢我要布施啊很多的众生，许多的众生呢正在等着我布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心又注意外也注意什么内，内呢是自己认为有慈悲心，外呢认为有许多的众生呢等待着我去布施，这是心住内又住外。这个是不是舍呢？这不是舍，要心不住内心不住外就是舍。舍的本身心就是啊平等心，平等心就是直心，直心就是无心，无心就是等于是啊大禅定，那等于是在那边坐禅了，入定了。
下边呢说不断烦恼而入涅槃，这是菩萨慈悲，为了度众生，要现烦恼相，让众生呢信赖他，让众生呢觉得他是能够啊跟自己一样生活在一起，而可以很容易亲近的激进的人，因此要有烦恼。虽然有烦恼，可是他自己心是涅槃的。这个涅槃的意思啊，翻成中文呢，就是极尽极迷的意思。极是啊寂寞的极，尽呢是安静的尽，极迷呢，极是啊已经是不动的意思，迷呢是已经不存在的意思。心里的烦恼已经呢不动，那没有起伏的烦恼心，这个烦恼根本不存在，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涅槃。不断烦恼而又没有烦恼，这普通人做得到吗？做不到。可是我们也不妨可以学习一下，可以练习一下。当我们有烦恼的时候啊，我们晓得这个烦恼啊是可以啊紧密的，所以在烦恼在动的时候，你不要太失望了，你不要太呀对自己没有信心了。你说现在有烦恼没有关系，只要我的心呢不要受环境影响受动摇啊，那烦恼就没有了。可以啊练习，如果能够这样的练习呢，我们在任何场合任何地方都等于是在呀练习打坐，练习呀入定，这也是啊舍。这个地方另外一层意思是说不断烦恼而度众生，但是呢烦恼不存在，众生没有度，要到达这个程度，这个是不是也是慈悲喜舍啊？是不是？是，这就是大布施。现在我们再看下一段呢。维摩诘为阿耨利眼，天眼所见，为作相呀？为无作相呀？假使作相，这一外道五通等，若无作相，这是无为，不应有见。有佛世尊的天增天眼常在三昧，悉见呢诸佛国不以二相。阿耨利啊是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中的天眼第一的大弟子，用天眼所见，不是用我们父母所生的肉眼所见。天眼所见呢，可以见到我们的肉眼所见不到的。天眼呢，可以看到最小最小的，又可以看到最远最远的，也可以看到最大最大的，也可以看到最近最近的。我们肉眼呢近看不到，远看不到，小看不到，大看不到，粗看不到，细看不到。我们的肉眼不要以为很了不起啊，我们的肉眼实在是无能得很。用天眼来看，可以看到无远覆盖，而且呢无微不至。
到了这种程度，究竟有看到东西呢，还是没有看到东西啊？如果你真的看到东西呢，那跟外道的五通相通的。外道啊，就是佛教以外的凡夫也有五通。所谓五通呢，就是啊，天眼通、天耳通、神佐通、他心通、说命通，一共有五通。因为他们呢是有我的，是啊，以自我中心呢产生的这种啊特异功能。现在的人讲叫什么？叫特异功能，不是一般的人的五官所能够啊发生的功能，而他们有这个叫做啊五通，也叫外道的五通。所谓外道，就是佛教以外的其他的，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呢鬼神也好，都有啊五种神通。有相的话，就是有执着，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心相，有物相，这都是叫做有相。有相的话，一定不是啊真正的佛法。如果是无作相，那就等于是没有，那你天眼你也看不到。阿耨利已经是阿罗汉，他的天眼呢应该不是有相的。所以是叫阿罗汉。如果还是有相，还执着有相，那不能叫做阿罗汉。可是天眼所见，怎么能够说是无相呢？所以呀，阿耨利不知道是怎么回答的。可是呢，维摩诘就告诉他，他说有佛世尊的真天眼，佛的天眼叫做天眼明，不是天眼通。诸位有没有听过叫三明六通？听过吗？三种明，佛才有，阿罗汉不能叫做啊三明。三种明啊，叫做什么？天眼明、说明明、漏尽明。阿罗汉只有漏尽通，而没有啊漏尽明。只有天眼通，只有说明通，并没有啊天眼通和说明通。那这个地方真天眼是怎么样的呢？常在三昧啊，悉见诸佛国土，不一而相。这是非常微妙的。佛没有一个时间不是在定中，虽然处处化现，处处度众生，他还在啊三昧之中。这个三昧的意思就是啊定、慧两种啊相加而得到解脱的功能，这个叫做三昧。既然呢是三昧，一定是不动的，一定是啊无相的。可是呢，他还是能够见到一切诸佛的国土，就好像是说，从释迦牟尼佛看，在这个娑婆世界就看到十方世界的一切诸佛国土，所有一切十方诸佛都在他们的每一个国土上面说法度众生。可是呢，他不与二相。这个二相的意思是什么？分别相。一切诸佛国土等于一国土，
一切诸佛等于一个佛，为什么？佛是无相的，佛啊的法身呢，遍与虚空，等于法界。一尊佛是如此，每一尊佛都是相同，以佛的愿力所成，有每一个佛的净土，但是佛的法身偏于一切国土，佛的功德偏于一切虚空。因此他是啊，虽见一切诸佛国土一个一个都存在，但是他心中啊没有啊差别相。就好像是说我们今天呢有2500位听众菩萨在这儿听，对我来讲，我不能够看到一个一个的讲，我心中应该是说只有一个听众。我对一个人讲，我把你们诸位菩萨我当成一尊菩萨来看，如果我把你们当成了一尊一尊的2500菩萨，我这一句话讲完了以后，听一听，想一想，看一看他的表情怎么样啊，看他的想法怎么样啊，他的反应如何啊。如果我这样子一讲，诸位我还要不要再演讲下去了啊，我大概没有办法演讲了。所以我演讲的时候，我看到的你们诸位啊，我知道已经有2500个人在这，但是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甚至于我要目中无人我才能够讲得好。如果我晓得你们要听我讲啊，一定在想我可能讲错了没有，我讲的这个程度让你们听的是不是适合啊，今天这样子讲是不是可以啊。如果我这样子一想的时候，我还能够讲得好吗？所以一个演讲的人最好是啊目中无人，一定会演讲得好。那就是现在的是什么？不一二相啊。这个不一二相实际上是一种啊舍。做慈悲布施的人呢，一定呢要有大布施，要全心布施，要无限的布施，那不能有对象。心中有对象，你这个布施一定有限。所以这个是啊慈悲喜舍的原因。所以找用天眼来作为啊说明，以佛的天眼来做说明。乌罗汉的天眼呢还没有办法有达到这样子的程度，可是我们虽然不是乌罗汉，我们虽然不是佛，可以啊试试练习。文殊师利又问，何为悲？维摩诘答，菩萨所作功德皆与一切众生呢共之。这个悲啊和慈两个字在佛教呢是把它分开的，但是经常呢是两个字是连起来用的。慈能娱乐，悲能拔苦。慈能够给众生的快乐、和乐、欢乐、喜乐，悲啊能够为众生呢解脱痛苦、烦恼的苦、生死的苦、种种的灾难的苦。这个悲心呢就是从慈心产生的，因为希望给众生的欢乐，所以见到众生苦的时候马上啊要给他帮助他。因此布施行的
功能呢和目的呢，就是啊要使的众生离苦而得乐。众生因饥饿而苦，我们应该要给他食物吃，让他能够啊吃饱，吃饱的时候啊他欢喜，饥饿的苦就消除了。这个是一种啊，既然是慈也是悲，可是呢我们布施的这个行为是属于什么行，是慈行呢还是悲行？布施的行为是悲行。因此诸位你们听到说吗，菩萨发愿要发大悲愿，有没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说法？诸位听过没有？说你要发悲愿，说某某大善知识他有大悲愿，这为什么？就是为了不忍心让众生受苦受难，要使众生呢离苦得乐，所以啊发大悲愿。发悲愿仅仅是心里边发这个愿，而不能够有行为表现出来。有用没有用呢？有，我们心中有悲愿而还没有表现出来，这种行为是心理行为，有用没有用？请问诸位，有用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发悲愿发它做什么？愿是心愿嘛。如果我们发了这个愿，自己没有办法马上兑现做得到，我们这个悲愿要不要发了？要不要发？要不要？要。就是啊，虽然现在做不到，但愿我有一天能够做到啊。为了我已经发了悲愿呢，我必须要去努力完成我的愿，要叫做还愿。如果我们不发悲愿的话呢，我们就不努力，就不会呀尽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的能力去学习去充实去成长，然后呢再帮助人。所以悲愿就是一种啊心愿啊，一种承诺，我对一切众生许了承诺。那是要发大悲愿呢，不仅仅是为了某一个地方的人、某一个人、某一个时间的人，或者是某一类的众生来做救济，这不叫大悲愿。大悲愿应该是前面讲的平等的布施的悲愿。布施啊，有，请问诸位知道布施有几种啊？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畏布施，这有三种。财布施呢，就是我们的财力，就是说物质的部分。法布施呢，是用我们的智慧，是用我们所知道的佛法来帮助人。无畏布施呢，是以我们的道德，是以我们的行为来布施。只要有道德的人，只要他有威德的人，就能够使得人家没有恐惧心。一个持五戒的人，他一定是不会偷盗，不会
杀生，不会呀、啊、妄语，不会呀、啊、还有什么邪淫。那遇到这种人呢，就不会怕他给我们呢不利。如果不持戒的人，他随时随地都可能呢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来欺骗你一下，你的钱变成他的钱，你的财产把它变成他的财产，你的老婆变成谁的老婆了？变成他的老婆。相反的，你的老公也可能变成他的老公了。所以一个持戒的人，持戒清净的人，就能够做到什么事啊？无畏事。如果一个不持戒的人，持戒不清净的人，随时随地都可能的做坏事的人，能不能给人家一种安全感呢？所以没有办法。因此佛要我们以无畏施，一定呢要品德要好，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叫人家放心你啊，信赖你啊，那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无畏的布施了。那这个地方我们讲什么叫做悲呀、啊、悲实际上就是啊一种布施心。以什么来布施啊？以一切功德来布施。我们所讲的功德呢分成两类，一类啊叫做有漏的功德，一类啊叫做无漏的功德。有漏的功德里边呢，就是一般人普通人也可以说是凡夫，修布施行，修持戒行，修布施，修桥补路，施衣施药等等，都叫做布施啊。那布施以后呢，他心里头是有功德的一种观念。什么功德？所以布施的功德，我已经呢帮了多少人的忙，我已经救了多少人的人，虽然我是不在乎了，没有关系了，我已经布施了，我是不在乎的了。是常常念给人家听，我曾经在哪里救过多少人，我曾经呢在哪里啊布施过多少东西，我做过多少好事，我心里是没有挂碍的啦，我布施了就是布施了啦。请问诸位，他反复地告诉这一个人告诉那一个人，他目的就是说告诉人他是不在乎的，他心里是不挂碍的。请问诸位，他这是有漏功德还是无漏功德？有漏还是无漏啊？这个叫做表功，表功上面还加上一个字，什么表功啊？表现他的功德，表现他的功劳，表扬自己的功德，表扬自己的功劳。功劳应该让人家去表扬，不要自己表扬。自己表扬说我是做了好事是不在乎的啊，我做了好事是不在乎的，没有关系的。他还老是这么讲，这个是在乎还是不在乎？这已经在表扬，怎么不在乎？这个是有漏的功德，有漏的布施功德。还有持戒的人呢，他老是告诉人家，我是一个持戒的人啊，我是一个持戒清净的比丘啊，我是一个持戒清净的一位居士啊，我是做好事的人哦，我不做坏事的哦，我一生没做过坏事哦，你们要相信我。请问诸位，这个人是究竟是好人是个坏人呢？好人没有错，他自己说是个，我们应该相信他，他是持戒的。
可是持戒你还要讲给人家听，究竟是为自己持戒，为人家持戒，还是做什么啊？真正一个持戒的人，他常常觉得自己是不清净的，这个是真正持戒的人。一个凡夫怎么可能持戒那么完整那么好，老实讲他持戒，这个是没有惭愧心的人，这个的确不是持戒的人。一个持戒的人标榜持戒有问题，可是持戒是好事，持戒能够啊持一条戒是一份功德，持一条戒在一个时间就对许多的人呢、啊、持戒是一大功德，持戒实在太好了。如果持杀生戒，不是说对一个人不杀，而是不杀一切众生，这个是对一切众生有大功德，这是大功德。但是呢，老是说我有功德，我有功德，这个是有功德还是没有功德？有，这个是叫什么什么功德呢？有漏还是无漏？有漏功德。有漏功德等于是什么？等于是啊，投资。投资以后啊，会得到什么？得到利息，还有呢，你的本钱还在那里。因此，做功德实在是好的，就是有漏功德，要不要做？有漏功德要不要做？要做。我们应该要鼓励人家做有漏功德，做投资生意也不错的。投资是这合法的投资，为什么不好啊？我们要鼓励人家合法的投资。投资之后，你的财产非常有安全，而且能够用资本还能赚更多的钱出来，对社会是一种啊帮助，是对社会是有益的。可是呢，你还想把它收回去的，这个还是你的。因此，投资以后呢，做了有漏的功德，会得到人天的福报，在人间是富贵的人，在天上就享天福。如果持戒不施而离我执，持戒不施而没有希望求回馈，没有希望这到天上去享天福，来生的时候啊，我成为一个富贵的人，那就变成了叫做无漏的功德。无漏的意思是什么？就好像啊，我手上现在是一只茶杯，茶杯啊下边没有孔，旁边也没有洞，倒水进去倒多少就是多少，到最后会不会满呢？会满。满了以后怎么样？满了就是满了。如果我这个茶杯底下呢有个洞，旁边呢有孔，或者是呢边上啊有缺口，水倒进去能不能满呢？永远不会满，倒多少进去漏多少出来，就是可能好像是有满的时候，这个是假的满，一下子就不见了，又会漏掉了。这个叫做有漏功德。有漏的意思就是说，我投资我要回收，我投资我要回收，我投资我有享受，我做了好事我也享受，那就是说你一边这个赚钱一边在用钱，一边存存款一边在提款，那这个银行里的钱永远是有限公司，不是啊无限的，那永远不会有就是圆满。现在我们讲菩萨所做功德皆与一切众生共之，那叫做悲。我们所得到的功德，所完成的功德，不要老是想到这是我做的功德，这是将来我要享受它，将来我要得好处。这几天呢，我天天遇到一些居士来见我，希望我帮他们的忙啊。有一位居士啊，遇到困难，已经有几个月了。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念观音菩萨，或者是念呢准提神咒。
念了以后呢，你一定有感应，一定会改善你自己的呀困难，甚至于你的困难就消灭了，就解除了。他又问我，他说叫我念佛，念观世音菩萨，叫我持咒，我是为了自己的困难而持咒而念菩萨的名号，这个不是有为吗？这不是有漏吗？我说那你表示说因为有漏因为有为你就不念了，对不对？你的有困难我叫你念你还觉得有漏，叫得有那你就不念了，对不对呢？你怕这是有漏的，你就不想念了吗？我说那很好，我说你持咒还是照持，你念观音菩萨还是照念，你念20万遍的准提神咒，你念100万遍的观世音菩萨名号，你不要为自己有困难，不是为了你现在有困难，你现在就想到啊，我相信我自己有困难，更多更多的众生呢、啊，比我困难的多的还多得很，但愿那些众生都能解决困难，我的困难小事情没有关系，我念我要念20万遍。我说你回去这样念好了。他说这也很奇怪的，自己的苦难不管了，就是专门为人家的苦难来想，这自己的苦难是针对外其他人的苦难，我没有办法想象哎。我说你这个人真矛盾啊。我说那能有漏就是有漏，能无漏就是无漏，好不好？你先有漏再无漏好了。我们大概应该啊，先有漏啊再无漏，那是最可靠的。因此一切的功德先为自己再为众生，但是呢能够把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呢，意思是功德是无限的，功德是更大的。所以你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如果你修任何法门或者是做任何的好事功德，你做任何的布施，你多为众生而不为自己，不要回向自己而回向给一切众生，那就是啊，以功德给众生呢共享分享，既然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利益，你一定也得到利益，所做一切功德统统回向给一切众生，这是啊最可靠的最好的最安全的，而对自己的利益是最大的，因为自己安全其他的人呢、啊、不一定安全，所有的人都安全那自己一定也安全，这个道理是啊一定是啊不变的。现在我们往下看，何为喜？大约说有扰意欢喜无悔，这个悔字啊很重要，悔的意思是后悔懊悔，觉得做的不应该，昨天帮着人的忙可是好心不得好报，后悔昨天帮着人的忙，自己今天反而自己啊需要人家帮忙了，那就是后悔。昨天帮着人的忙，今天呢觉得嘿，我这个钱为什么要给他用，我自己用不是更好吗，心里头有点后悔，这都不是喜。喜的意思啊一定要有舍心，要有啊绝对的布施的喜舍心，才叫真正的欢喜。喜很多人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喜，很少啊是让人家得到利益自己喜，
但是从维摩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喜悦应该是人的利益是喜悦，要饶益一切众生，那就是喜悦，就要把利益众生的功德无限地去做，做了以后呢不会后悔，只有欢喜。做了布施的功德有回报我欢喜，没有回报我也欢喜。下边一个更严重了，看看能不能欢喜。我们做了功德对人有恩，可是呢恩将什么报啊？恩将仇报，能不能欢喜啊？我们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欢喜的。但是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一定要这三个类型的功德都应该欢喜，因为我做功德的本身就是欢喜，至于他是不是回报我不考虑，这是他的事，他是不是恩将仇报我不介意，这是他的事，他恩将仇报不是我在恩将仇报啊，那我为什么生气？所以我们诸位菩萨如果真正要学菩萨行者，要学佛，就应该要学学这个样子，学三种情况下都能升起欢喜心。我们做了种种的好事，种种的功德，种种的布施，有回报应该想，哎呀，这个人真是了不起，这个人呢真是有善根啊，真是一位菩萨，得到了我的帮助，他能够感恩图报，不是因为我了不起，而是他这个人了不起，不是因为我做好事了不起，而是他能够感恩，这个是了不起的人。佛教就是一个报恩主义的宗教，知恩报恩，这个是一个菩萨行者，实在是有一个菩萨出现了，我们当然欢喜了。如果说我们做了好事他没有回馈没有回报怎么样呢？我也很欢喜，他得到了利益，得到了帮助，他现在还没有能力来回馈我，或者是将来他可能有一天呢会把他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人的，我们呢就是播种的人，不管他是不是生起来的东西给我吃，播种的人播下去以后生起来的粮食只要另外其他的众生能够吃到，那我就欢喜。为什么？播种目的不是仅仅是为我自己的，回馈到我这儿来，不回馈到我这儿来没有关系，我很欢喜。至于说恩将仇报怎么办呢？怎么办？恩将仇报怎么欢喜起来？我们要想说这个人呢真是我的一个菩萨，他接受了我的帮助还来害我一下，就是要成就我的忍辱行，
成就我的呀精进性，成就我的不动性，要成就我的智慧，要成就我的我无漏的心，无相的心。所以这个是真是大菩萨，不是大菩萨他不会这个样子对我的。我遇到这样的情形怎么不欢喜啊？遇到了菩萨了，遇到这样大菩萨了，我们怎么不欢喜啊？做如此想，我们呢随时随地都欢喜而无后悔心。下边呢，何为舍？何为为舍？大约所作富有啊，无所希望。富有两种，一个是啊有漏的佛，一个是无漏的佛。我们修有漏的佛，就是人天福报，这个是有希望的还是没有希望的？有希望的。所以善有善报，善有善报。我们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有希望啊是没有希望啊？养儿防老，积果防饥，这个是有希望啊还是没有希望啊？有希望。我们行善希望得善报，这是有希望的。有希望错不错啊？没有错。一般的人当然就是生活在希望中啊，人没有希望了他还要活的是什么？人之所以还能够活下去，就是一天一天的希望，有个希望，有个希望，今天希望有明天，明天希望有后天，后天希望有再后天，今年希望有明年，明年希望有后年。没有希望他不会呀再有进步。希望是对的，所以有漏的有希望的不坏，可是有希望不一定是等于有漏，这一点呢一定要清楚。希望跟悲怨同样是叫做希望，哎，一个叫做悲怨，悲怨我愿一切众生多能得利益，多能得离苦得乐，这个也算不算希望啊？我愿，我希望，我但愿，我盼望，我祈祷，这都是真的希望。希望为一切众生，为他人的利益，首先呢是为家人的利益，然后呢为啊我们的团体，我们的这个区域，我们的整个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以及啊为我们的世界，为我们的人类，为一切众生，这个慢慢的慢慢的扩大，为十方所有一切众生，这个是越来越大了。而像地藏菩萨讲，众生有尽，我愿什么？众生有尽，我愿无穷，是不是啊？那是不是希望啊？是希望，希望自己能够利益众生，这也是希望啊。希望而不为自私，这个叫做愿，这叫做悲愿。无希望的意思是啊，不为己求，不为啊自私，这个叫做啊无所希望。希望是说有限的，无希望而做福德，那是无限的。无限的、无求的、无希望的，这个才是啊最大的功德，最大的福报。否则的话，
就像好多人呢，在一生之中希望要完成几样愿心，当愿心没有完的时候啊，死不瞑目，觉得很遗憾呢。可是愿心一完呢，就是他的愿望啊已经完成了，他就变成了无所事事。像我们的会长啊，他退休以后我就抓着来抓我们的会长，他的事情很多很多，而且他发了一个愿，他说师父，我永远是法鼓山的人，我永远的拥护师父，我永远跟随师父，不但是这一生要跟师父，未来生还要跟师父，一直到成佛为止了。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杨会长啊，他是永远做不完的事，永远有事情做。那他是为自己吗？不是，这是为了法鼓山，对不对啊？是为了法鼓山。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呢？所做的佛佑啊，无所希望，可是有无限的大希望。现在下边我们看一段呢经文。天女散花，花指诸菩萨即皆堕落，指大弟子便作不堕。观诸菩萨，花不作者一断一切分别想故。譬如人未死，非人得其变；譬如如是弟子为生死故，色声香味触得其变也。一离位者，一切五欲无能为也。即系为静，华作生耳；即系静者，花不作也。这个华和花是相同的，《妙法莲华经》《妙法莲花经》是同样的。一个是华，华是华丽，是美丽的意思；花是一个名词，华是一个形容词。花，美丽的花，是由谁在散花呀？《维摩经》里边呢，在维摩菩萨的方丈舍里边呢，有个天女，已经在那边待了12年了。在这个时间呢，维摩居士正在说法，许多的佛的大弟子啊，都已经在那儿。这个时候，也有很多很多的诸佛菩萨也在维摩居士的呀藏舍的里边呢。这个时候，天女啊，在拿着天花在散，散到菩萨的身上啊，就掉下去了，就掉在地下了。可是呢，撒到那些释迦牟尼佛的阿罗汉的大弟子们的身上的时候啊，就粘在上面呢，好像绣花绣上去一样，就好像是被吸体色吸得上去一样，好像是被胶粘起来一样。这些诸大弟子啊，阿罗汉们呢，就看到菩萨们呢，他奇怪奇怪，为什么他们不断，他们这个花不会粘在身上，我们呢，这个天女散的花就粘在身上了，这个多难看呢、啊、可是这个时候啊，这些大弟子们呢，想要把它拿掉也拿不掉，就好像长在身上那样，这个多讨厌呢、啊、为什么菩萨们呢，这个花到了身上就掉下来了，而阿罗汉呢，这些弟子们呢，就是花在身上就不掉下来，什么缘故？这下边就讲了，因为菩萨们多是啊，是大菩萨，多是已经呢断除了烦恼的，已经呢是啊没有分别的，已经呢心中没有任何啊障碍的，所以呢
没有问题。他就下边讲一个比喻，因为啊，罗汉呢、啊、怕生死，所以希望得涅槃呢、啊，而离生死。罗汉呢已经离生死而得涅槃了，但是呢，从此以后他又不希望再到生死的烦恼众生之中啊，来度烦恼的众生。这个是啊，等于说是怕生死而离开生死的。虽然已经离开生死，但是对于生死的一种畏惧心呢还在。虽然呢身上已经呢打过防御针，但是呢他对于这个传染病呢还有一点害怕。虽然呢不会再传染到那一种传染病，可是呢他对传染病还是害怕。因此一看到传染病赶快就跑。可是菩萨们就不会这个样，永远不怕任何东西。现在这个地方啊，下边又讲，譬如有人呢又害怕的话，或者是当你这个人正在心中有恐惧、有畏惧、有害怕的时候，非人呢就会趁虚而入。心中怕鬼，就会呀、啊、有鬼来找你。心中啊老是怕水，很可能就把在水里淹死。我曾经呢有过这样的经验，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学骑脚踏车，骑着脚踏车啊，一边是河，一边是啊是田，我害怕这个脚踏车会倒到河里面去，所以我在路上骑，我希望不要倒到河里去。结果骑啊，结果怎么样？你们猜，掉到河里去了。为什么？哎，奇怪了，不要掉到河里去，不要掉到河里去，这个他就是掉到河里去了。心中怕掉到河里边去，特别注意，就心中啊已经失去了方向了，就是老是看到河就掉到河里去。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啊是乡下的一个小孩，我曾经看到很多啊青蛙自动地往这个蛇的口里边走，这个蛇啊看到青蛙的时候不马上去抓青蛙，而是把嘴巴呢张开，把那个红信呢吐出来对着青蛙，这个青蛙呢慢慢地爬，一边发抖一边慢慢地爬，一边发抖慢慢地爬，爬爬爬爬就爬到蛇口里去了。蛇还没有跑出来要吃它，它已经送给它吃了。这个奇怪呀。因此呢有人说蛇会念咒，蛇在念咒的时候呢念念有词啊，所以这个青蛙已经失去了控制啊，就被它迷惑啊，就往蛇口里边爬了。其实不是，青蛙看到蛇就害怕，怕的已经魂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啊想逃，这实际上他想逃啊，结果是跑到青蛙的嘴巴里去了。这个地方也是这样子，请诸位啊以后啊你们要心要放到不要害怕，不要怕你才安全，一怕就不安全。比如说有人怕战争就逃难，
逃离开战争，这是应该对的。但是有很多人不是在战争中被打死的，都是因为逃难逃战争而死掉的，有没有这种人呢？有。因此呢，有很多军人呢是这样子讲，正在呀这个战火非常密集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是最安全的地方，是最安全的，你不会死。如果你害怕，哎，就会打死了。这个军队的老兵啊都有这种经验。为什么是这个样？因为啊，心里又害怕，你的动作又慌张，心里你的动作又慌张啊，那你的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机会可能越大，因此呢你被打死的机会越多，是不是这样子啊？是。所以在危险的时候要沉着气，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要不慌不忙。这个地方讲我们呢不要有畏惧心，但是呢不是说不要处理，要处理啊。现在这个地方呢，地质为生死，哪里地质啊？就是那些阿罗汉大弟子们，他们害怕生死，所以要注意涅槃。因此呢有色声香味啊触啊这些五欲都会啊被他们所动。如果离开了对于五欲的畏惧的话，五欲就没有办法对奈何他们了。这个花本身呢又是色又是香，所以既然怕它，它就黏着不放了呢。下边呢，既细为静呢，华作生耳，既细静者华不作也。既细这是两个字，这个既是什么意思？既啊是烦恼，既啊是积极的意思，积聚的意思，集合的意思。我们今天造诣，明天造诣，后天造诣，这一年造诣，下一年造诣，再下一年也造诣，一年一年的把它集聚连接起来。这个集啊是连接的意思啊，一集扣一集，环环相扣，这个就是变成了烦恼的丝，变成了烦恼的网，我们就被烦恼所笼罩，我们就在烦恼的网之中就不能得解脱了。习是另外一个字，这个习啊是啊习气。因此急呢是粗的烦恼，大的烦恼，明显的烦恼，这个习呢是啊维系的烦恼。习是习气，这个习气是什么意思啊？虽然烦恼已断，但是他那个习惯呢还没有断，心中无烦恼，可是呢表现出来的还是啊有烦恼的样子。我昨天呢遇到一个戒烟戒了很久的人，他一来跟我讲，他说师父啊我不抽烟。我说你戒烟没多久。他说师父你怎么知道啊？我说你我看抽过烟的人呢我一看就知道。他说你有神通啊？我说我没有。我说你这个样子就是抽烟的样子，就是烟枪的样子在那个地方，而且呢你至少抽过20年的烟。他说你这个怎么看得准呢？我说你这抽烟的习气在哪里？他戒烟呢
戒了以后他觉得很得意，他告诉我，我也鼓励他，我说你不错，你能够戒烟是很好的。一个酒徒，一个烟枪，一个烟鬼，如果啊戒烟以后10年20年之后可能不容易看得出来了，如果戒烟只是年把，一看就看出来。所以这个是什么？不是他还有酒瘾还有烟瘾，而是还有什么？还有习气。还有一个戒毒的人呢，很不容易戒除的原因呢，不是因为啊他的烟瘾毒瘾，身体上不是说身体上缺少那个毒品，而是啊他那个习气不能除，他头脑里一想就想到，哎，我在现在没事嘛，没事没事，怎么办，拿一点毒品来解解解一解闷嘛，或者是抽一支烟来解来消遣一下吧，喝一口酒来消消仇恨嘛，啊不是啊愁闷嘛。所以这种都是习气啊，习气在菩萨是断尽了，而罗汉还没有断。那我们今天讲这个是什么？是要讲舍，到最后啊要做了慈悲欢喜的布施之后一定还要舍。不但是啊我们呢心中的执着要舍，连习气也要舍，那是才是啊彻底的舍。